箱啊，是老板收到的礼物。这么一大盒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早上看到纸箱的时候，它上面是写那个奖杯，我还是在想说啊，奖杯。老板，你最近有得什么奖吗？我每天都在得奖。哒啦哒啦哒啦，阿法陶瓷瓷水晶玻璃，这是杯垫吗？好酷哦！这是哦，对，这是大的，然后这是小，让我们比较小一点。我说我带着颤抖的手打开它，这边有六亿。哒啦哒啦哒啦哒！哇，这个比较像是贵妇，可是好漂亮哦，贵妇在用，好漂亮哦。老板，这跟你的气质不太搭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人是要给高总的完整的茶具，好漂亮、哦。就是茶叶在这里嘛，然后倒进来茶海，茶海之后茶叶倒在杯子，然后这是茶海，所以它是一个壶一个海，然后配六个杯子这样子，而且走少女风格，感觉是吃下午茶的，没错，它有这个那么可爱的。可是我觉得它蛮日式的，你看日式也没有吃那个茶道的和果子，哎呀，手都颤抖了。另外一个，来，好，一样的哈，这个是擦拭布。老板，知道了吗？还没。我觉得他们是夫妻送一对哦，一人一盒六亿哦。不一样的就对了。因为刚刚卖全版的。来看看，哒啦啦啦啦，哦，这有青花瓷的感觉。比较像送给男生的。哎，你看，哇！哇塞哇塞，哎，这个壶好漂亮哦。这个是不是那个青花瓷上面，然后它还有镶金的描绘？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庄哥在等你。感谢我们又高又帅的庄哥，我们的庄哥，它底下还有水哎，对哦，这个拿来喝高粱感觉也很棒嘛，而且它是金箔吗？是金箔吗？这个厉害哦，水。哇，好漂亮哦！高总、黄总一人送一组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人就是让我很生气，就又高又帅又有礼貌，钱又多又有爱心，哇，这种人真的是。改天真的要，我要去开箱它给大家认识一下。这礼物真的很高端呢。好，各位，那收到这个茶具组会不会开心？会啊，开心。你们有没有收过镶钻的茶具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好喜欢，喜欢托老板的福。谢谢庄哥，谢谢庄哥，谢谢庄哥，爱你哦，爱你哦。